熊猫的话，它夏天的话会比较懒一些，你经常去动物园或者来基地来看，看见熊猫基本上就在睡觉，不怎么动嘛。然后到冬天的时候，熊猫的话就比较活跃，如果两只熊猫关在一起的话，就可能我们会经常看见它两个在打闹呀，在玩耍呀。那饮食上呢，熊猫冬天它就会比夏天吃的多一点，春夏的话主要以吃笋为主，到冬天就是会给它供上新鲜的竹叶。Oh no! Oh no! Huh?